大姐，我帮我拿了。啊！哎，老妹啊，你怎么这么穷啊？一毛钱都没有啊！ 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老妹啊，这个世界这么美好，千万别做傻事啊！有什么想不开的呢？来，包给你，你回家吧。我没有钱，我回不了家。那给你500，打车回家吧。我们家很远的，坐个飞机。 那两千全部给你算了，到家了记得给我打个电话啊！这是我没有手机。谢谢你啊，大哥。哎呦我的妈！<笑>